啊，真的吗？哎呦，从小吃好料的妹妹，来，宝贝，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千金小姐，上来，来，这一定是会讲实话的少女，一定会讲实话。好。哎，那个身材会紧张吗？吴宗宪叔叔为你吃牛排，好不好 ？OK。来，补充画面的好时刻，好吧，准备一下。这个牛排就差胡椒跟盐巴要多一点。才能压住味道。对对对，压住那个心。来，宝贝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说实话，你要说实话哦，不要小小年纪说。厉害吧？这是什么？别逼叔叔犯案啊！好吃啊、哦？好吃吗？好吃，这真的好吃、啊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你一定。你们一定以为我乱讲的啦，你可以来一块吗？还不错哎、欸，不错。所以真的是啊，这一块，哎，东森的总经理，来，一定要六亿的啦，来。这个品尝部队真的刻一下，好吧，少女来我这边，哎呦，真好恶心哦，这个画面。来，我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。哦，真好恶心。你看，一只手托在底下，然后老婆托个下巴之类的。他在东森多久，我们就认识多久。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这个真的比这个最好。哎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是不错的啊。好，是的，很好，你就这样回去吧。真的，那我们要一起比个大拇指啊！对啊，今天在现场真的来试吃，我发觉宪哥欲罢不能，自己煮了自己吃，那不错啊。但是这个我们Sandy做的料理也是要请两位来评断一下，真假的？我想说让我年纪轻轻就知道凄凉的滋味也好。好，请两位试吃部队呢，现在呢，我们移动脚步来到我们Sandy的旁边，盐巴借一点，真的不错，芭比盐巴借一点，好。哦，那先你先问一下宪哥是吗？好，那我们你跟我在一块吧。好，麻烦你喂我。他们现在是妇女温馨的时刻，我本一同来献喂。来，算你喂。味食哈，好。